台中市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来对我们的同学祝贺。啊，记得大秀国小是我常来的地方，过去陈忠秀校长在这里任职的时候，啊，几乎会每个礼拜最少来三次，所以我对大秀国小不陌生。大秀国小非常优质。啊，刚才我们的大会主席国校长也讲了一段非常感人也非常钦佩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同学都谨记在心。啊，大秀国小是优秀的啊学府，你们的成绩在大台中市啊朗朗啊上口，大家都知道我们大秀有这么好的成绩，因为有这么多的劳苦功高的老师指点。啊，对你们不知道对你们不懂，老师费了很多的这个心机来教导你们的啊成长。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要记住，以后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在哪一个学校，这个是你的啊母校，一定要回来跟你的师长叙旧啊，回来看师长，回给师长看，这一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大秀是优秀啊的学府。我相信我们的美丽的国校长领导之下，相信我们的学运，我们的学校校友一定会昌红，一定会稳在我们的大台中市成为第一名。我自助代表啊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来祝贺各位啊，祝贺各位同学鹏程万里，校运昌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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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林特殊的努力。接着我要介绍我们的杨典忠杨议员也到达我们现场，欢迎杨议员。杨议员好。我们也请我们杨议员为我们勉励，掌声欢迎杨议员。欢迎杨议员。谢谢侯校长，我们蔡会长，各位贵宾。各位毕业生的同学以及在校生，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大家早安，大家好。要精神，我们再一次啊、哦！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杨议员好。我相信哦，各位是最有精神，今天是最快乐的。为什么？要毕业了。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要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学校，舍不得离开老师，啊，我都有一种感伤的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时代已经在改变，改变了很多。啊，你们都是抱着快乐的心情要来毕业，抱着快乐的心情迎接未来。各位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都是非常好。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都是各位老师的努力，还有我们侯校长的啊这个谆谆教诲。还有这么好的成绩，所以各位未来的前途是光明的。啊，我也是在我们大秀国小，我一直每次来到大秀国小，就好像回到自己的母校一样。我在这边读过两年，以前的学校校区旁边都有水沟，水沟都很清洁。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改变得更好。今天能够这么好，都是一届校长的努力，以及我们学校老师的努力，才有这么好的成果。尤其我们侯校长啊，在最近一两年来的啊这个努力，让我们大秀国小的硬体、软体的设施增进了很多，而且啊学校的环境更是一流的啊。除了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我们才有得到更好的这个教育。啊，因为有这么好的这一个环境，我们老师每一个人的心情就更好，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今天从现在开始，大家要迎接着未来快乐的这个新的旅程，相信各位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长都抱着希望望子成龙成凤，所以哦，都给各位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家庭教育。啊，在学校以及家长的这个努力的啊这个方向，让我们更好啊，会让我们更好。在这边我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学哈、哦、啊，在这个未来都能够鹏程万里，
祝我们这个学校校运昌隆，祝与会的贵宾，祝我们所有的家长老师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感谢。谢谢蓝一莲的联合祝福，谢谢杨议员。那接着我们请杨秋月议员服务处蔡连定蔡主任为我们演绎，欢迎我们蔡主任。欢迎蔡主任。谢谢大会的主席，我们的侯校长以及我们蔡会长，各位列席的贵宾长官，各位家长、各位委员、各位应届的毕业生，个人仅代表事业刘秋莹，新鸿贵校69届幼儿园13届的毕业典礼，祝福各位毕业生，希望各位毕业生首先建立正确的健康的人格修养。今后你们是社会的国家的主人翁了，社会国家以后就是你们的接任，为我们国家社会服务做个有用的人才，所以最后还是祝福大家一帆风顺，前途似锦，所有的贵宾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谢谢谢谢。我们台上还有其他这个立委服务处的主任以及我们的议员服务处的这个助理都非常的客气哈。那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青海国中许淑卓许校长为我们演绎，掌声欢迎许校长。欢迎许校长。各位主席，各位贵宾，亲爱的家长，还有劳苦功高的老师们，毕业班同学，在校生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许校长好。很高兴来参加贵校的毕业典礼，贵校人才辈出，刚刚从侯校长他一一道出各位同学参加比赛，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棒。那毕业的学长学姐呢，来到青海国中，不论在品德、在课业、在体育、在技能各方面呢，也都有杰出的表现。就像在英文竞赛方面，在英语读者剧场，还有在英语演讲比赛，还有在作文比赛，也都获得很好的成绩。那我们艺术人文方面呢，国中学生的直笛比赛也获得甲等。在体育竞赛方面，同学你们的学长姐呢参加全国总统杯拳击比赛，还有全国中等学校锦标赛呢，也都得到很好的成绩。那我们学校呢，篮球队在去年成立，那今年参加3对3的比赛呢，也荣获国中男子组第3名。那在记忆竞赛方面呢，我们学生3年级参加记忆课程，他们在记忆方面呢也获得很好的成绩，在电机电子个人组呢得到第1名，商业管理呢个人组跟团体组也得到第2名，在参与团体组得到第3名，动力机械团体组也得到第3名。非常感谢贵校校长卓越的领导，还有亲师生的努力，培养这么多的优秀的毕业生呢来到青海国中就读，学生才会有这么亮眼的成绩。我谨代表青海国中全体师生在这边感谢各位。目前青海国中的社团非常的多元，有全民英检班，有绘画班，还有植物栽培班，还有拳击队、篮球队。那我们在这个学期呢，我们也成立了桌球队。对于学科方面呢，我们也非常的加强。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呢来到青海国中，我们要求的是德智体全美，全部呢的均衡的发展，
那十二年国教实施后呢，青海国中为你们规划的生涯发展计划，从国一开始呢，我们都有一本生涯发展教育个人档案，记录你们所有的活动。在国中的三年呢，我们也会提供安排一系列的心理测验、性向测验。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各个方面呢，能够对自己的兴趣、对自己的性向、自己的潜能，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6月23号是你们到青海国中报到的日子。我希望说各位大家一起来支持青海国中。最后祝福毕业的同学们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在校生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在座的每位贵宾家长健康快乐，平安喜乐。谢谢。好，谢谢许校长。那小朋友再以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好，来开始。家长会长致辞。欢迎家长会蔡新芳会长为我们致辞。校长、各位嘉宾、各位师长、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也是一个充满祝福与惜别的季节。你们将迎向另一个人生的阶段。会长在各位的毕业册里面有提到12个字，就是真诚待人、善念做事，美梦就会成真。祝福每位毕业生人脉亨通，股市顺利，心想事成。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谢谢。谢谢蔡会长的每一句祝福。